谁点餐？想吃啊！拿卡片，拿卡片。我只是那时候肚子不饿，好不好？就是想要坐下聊一聊啊。不行。为什么？你在上面啊？啊，刚刚就是这样讲，你在干嘛？哎、欸，工作时间。可恶、啊！算了，这次、啊、没关系、啊，空一天值没事、啊。好、啊，今天自主休假。对啊。可恶。其实还好，我看你们说你们吃了什么，我不会觉得很饿啊。他们贴那些照片给我，我都不会觉得很饿了，只是觉得有点不爽而已。进来了，要有人减肥才发现 take 的重要性，都不 take 了。哎，真的。完，嗯，完了完了。有瘦瘦，瘦瘦，终于找到了，瘦瘦。OK， 过关了。我没看到。走了，就出来，走了。我把衣服换回来，就怀疑这边很久了。来，走吧，终于可以走了。我去拿毕业证，可以。我先去。走吧。要拿红色卡片，拿上去用毕业证。我去帮小雨开门，对不对？我开。来，请进。还想进来啊？还要找螺丝把这个怪物锁起来。螺栓。我有看过螺栓，我有看过，可是现在没有了哎、欸。对啊，早上看，我记得在左上的房间，我不知道是一楼还是二楼。救我出去啊！就是跑掉。没有啊，可是你一直按着按钮啊。啊？啊？我刚看繁星一直按着按钮。啊，他按着按钮，你也要帮他，他对啊。我想说你，我刚刚就只能拜访啊，所以你要跟我讲说你可。会动嘴巴哦，可以沟通好吗？一定要我讲出粗话你才行、啊。好久没有送礼物，可送。可送。哎、欸，这里还有啊，这漂白水现在没用啊，太晚了。啦，来当武器盒了。对了，现在还有时间去工作，我要去工作。没了啦，矿值有啦，哎呦啦，还不来得及，矿值了啦。不行，不要，我不要矿石，我要全勤奖。没有全勤、啊，有了，有机会，敢丢？你来领餐的可不可以快点？等一下，等我。有，我到班了。好了，给完名，走了。啊，还好我没有找工作。找螺丝帽哦。嗯，他就写螺栓呢。螺栓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就大大圆圆、嗯，就是很像那个、啊、那个怪人的那个钉子，头上的钉子。有，我快工作完了，再给我go 快点，快来领餐，快点， yeah, 要打烊了。做完了，呀、yeah, ，我做完了。嘿嘿，锻炼时间刚好。那我们先。嘿，另一个杰克，你有没有？罗没有，杰克罗姆，杰克罗姆，杰克罗姆。杰克过来，去里面看，去里面看，哪边？忘记里面有没有进去。来右边，在哪里？哪里？二楼右边。二楼。刚经过右边楼梯，刚上来的地方右边。号上面，右上。Go！ 好。嗯哦，抽奖出来啦！恭喜这三位，来，这位，过来，虽然我今天没抽奖，去看看。没有、欸，有东西吗？看一下。有腿。腿不用了吧？腿还要吗？不用了吧？现在不是说缺了酸吗？早，你去拿冰鸟，去冰鸟该去的地方，温泉哦、喔。对，回温泉。全勤奖不是有文具吗？我不知道，我没有拿过全勤奖。说学生，我从小到大都没拿过全勤奖。但是勤好勤满啊，也没有到勤好勤满，就是没拿过全勤奖哎。谁中奖哦？
栗林奶茶赏跟韩华叶。哦，他好常中奖哦。啊，取这名字、哪一个？取就是韩华叶。这名字，这个名字，哎，这个名字，大家开始取这个名字喽。因为我很常听到他中奖，我自己这边也抽过。嗯哼，也是他。嗯。看来这是好名字哦，会中奖的名字。我已经不是没有中过奖的人了。我之前在外国人的台中过奖，好爽。欸、有青色卡。有啊，我这边你来二楼最下面，二楼最下面，等一下我拿一下卡片。它是维护工作台、欸，算了。维护工作台不是就是那个应该是可以爬那个吧？另外的，它是最下面的。二楼我刚刚就是想爬，可是就是刚刚就是东西都被收走啊。你要去爬吗？我这边好剪刀，我们去爬。不是、oh. 这个我没办法开啊。Oh.所以还是要爬的。这个要钥匙，我有钥匙，我有钥匙，我有。来啊 ！Well， 你说在二楼吗？二楼最下面。好，我来了。嗯，有啊，有斧头哎、欸，还是我进去看？进去斧头的上半部。看看，哎、欸，我要，怎么会有？没有啊，有人卖，有人卖吗？谁卖？我可以买啊，好啊，买给我。嗯，我明天。那我们就只好继续翻抽屉了。开始以为那是没有用的东西，没想到是有用的。对啊，有看过哎、欸欸，我有看过，我有看过好几次，好神奇。你什么颜色啊？在二楼黄色。哎、欸，那我要疯狂的去捡那个。嗯。捡什么？捡通风管。这个。我要去看它有哪里有通风管。上面。嗯，这关跑两小时了耶。对啊，那就是跑很慢啊，慢慢跑。没有啊，就是解成而已啊。哦、嗯。点名。点名，等我一下，点名。哎，这 bug 了啦。怎么了？嗯。我爬到一个楼梯上面，然后就卡住了，我后面在抖动啊。哇！抖屁抖啊！我说要退出啊。可是你退出，你身上的东西就不见了哦。那我的卡就不见了，不是卡，我的钥匙就不见了。你在哪里啊？在哪里？可是你们也进不来啊。你在哦，在这个通风管上面吗？对啊。没办法救你。那你东西都丢通风管里面啊？没办法啊。哇，再打就好了吧。那个青色钥匙应该还好吧？胶水、牙膏、牙刷而已，牙刷打火机而已，没什么。啊，好，那你冲进吧。可是我一把金剪刀。没关系，没事没事，我也有。我觉得地上的东西是不是要稍微清理一下啦，不然感觉会卡直接卡住哎、欸。对啊，找人的马桶冲掉吧。嗯。超级抖动哎、欸。我把中间那个0.0的虫子拿掉了。好。嗯。那去喂狗吧。狗吃吗？狗应该不吃吧。不吃啊。我知道塞杰克的马桶啊。哪一个杰克？就杰克的马桶啊。杰克的马桶。对啊。哎、欸、哎、欸欸，没有没有，他东西有还我哎、欸。真的吗？他地上有一个礼物袋。杰克好凶哦、喔！我有工作，你在干什么？可恶！我已经全部都丢完了啦。还要抢你工作啦，弄明。可恶！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乱弄别人马桶，还要用你，还要用他的电脑帮你开台。然后你就会被违反规定。工作器。工作。马桶保卫战士，哈哈哈！我的马桶愤怒了，真的佛心游戏，佛心游戏。可是我还是好想知道它上面到底有什么。可是我会不会上去又卡一次？
你说楼上那里吗？对呀、啊。要不我再看一次。那大不了再断一次。对啊，等他东西还我。把那个钥匙也只能再开两次，就没得开。嗯，好啦。瑞士刀。斧头。好了，结了。干嘛啦？又卡了。这个地方到底是做来干嘛的啦？做来卡人的。卡人的。退了，退了，退了！再让我一次。救救我！很有心。哦，这个有人家买罗关吗？是吗？找找看、啊，找不到就买啊。我记得之前箱子有翻到过，之前箱子里面有。我饮料越来越多了、欸，六罐了。哎、欸，这边流出来了，糟了！啊，会不会是流出来了？别人的箱抽屉掉了啊？有可能。所以会不会从知道贩卖的人身上啊？不知道。好，等一下餐厅可以看一下。可以并我有很多钱。你有卖吗？阿二，没有。这个谁？演员。我一起玩宝可梦吗？不要啊！特色大说 Let's go 吗？还是 Go？ 阿尔也没有。零九九五。那女阿尔没有。没有。那就没有了，都没有。嗯。法师也没有。卡卡了。哎、嗯欸，我不能带，我不能带着食物回去自己房间吃哦。不行，我只是想带回去这房间吃，这样会长蟑螂。不会啦，长蟑螂还是长蟑螂？长蟑螂。我只是要拿回房间吃而已，晚餐时间嘛，我想回去吃啊。哎呦，嗯，没看。也好棒棒啊！没看到，哎，嗯，怎么办呢？只能再找找看哪边可以。翻喽！会不会在这里啊？这里有一个箱子。对啊，所以现在是拼等运气啊，等进到十一。对啊。嗯。看能不能解完啊？欸，有梳子哎、欸嗯，先剪个。我们现在就缺螺丝。嗯。我要去剪通风管了，好爽。嗯哼哼。嗯，这里还有个箱子。真的，每次重灯就多送我一点。我找到了，在哪？啊？在怪人对面的房间。啊、哦！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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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这里有一个，在这边。哇！哇！这也太鸡巴了吧！我找到了，我拿出来了，帮我开门！开了，开了，开了，来来来！你啊！等等，我先放好。想进去啊，杰克？看一下，一个闪电。OK， 好了，我们现在去闪电了。你直接走吗？还是怎样？点完名再走。点完名再去吧。点完名吧。突然听到衣服裂开的声音。屁股裂开声音啊！哇！因为我现在越坐越没有，我的屁股越往越坐越前面滑下来了。哎、啊，然后那是衣服扯到了，不可能是内裤被扯到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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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小时超久玩超久欸真的傻眼先点名先点名点完名之后来去放避雷针走啊我带好卡了我去拿一下避雷针红色卡卡吗嗯拿避雷针对避雷针干我们的事哎、欸，你拉我，我要拉你。嗯，喂，按，你是马上给我收手是不是啊？我想说你过去了、啊。可以可以，安装避雷针。安装避雷针，好了，走了。哦、然后那要怎样吗？应该不用吧？问他。没有，他说我们现在可以问他。欸、可以逃跑了，赶快摸摸怪了就可以逃跑了，赶快回来，赶快回来。啊！走走走走走。早餐什么不吃了啦？早餐不重要了，吃的啦，我们都要走了，还吃出去吃外面吃了，出去吃大餐了，这里吃早餐，吃屁呀、啊，吃屁吃啊！走走喽，走喽，走喽，是不是这里要开关了、啊？逃跑喽！哇！